少干多得，不劳而获，这才是我的终极梦想。哥娃子说了，汤品不过去，汤饮不过呢，奋斗才是真道。送快递只是我们的副业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满洲通。张楚岚，我代表喇都通正式邀请你加入公司。你们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。全姓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去维护的？把全姓说得跟过街老鼠一样，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地痞流氓。就算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，哪怕是混吃等死，告诉我全姓要我爷爷尸体干嘛？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被你给搅黄了。应该遭到哪些伤害呢？大堂们才对。不只是全姓，整个艺人界都会对你感兴趣的。这次是咱们龙虎山2000年的庆典，这些老家伙又都是龙虎山的旧人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们请回来。红爷，你有没有一下就被拽进内景的时候吗？那你的内景都看见什么了？假神殿，假神之乱，当奇迹就是假神之乱的源头。你明天下山帮为师找一个人，看他够不够资格。什么资格？继承天师斗的资格。王姐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很多年前公司花大价钱购入了一栋别墅，我们过去住几天。凤凰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去冲凉啊，别墨迹。别说话。天师府邀请张楚岚和各派精英去参加天师竞选。谢谢的天师是疯了吗？这如果是真的话，整个艺人世界都会大变动的。来啊，打！废什么话？跟我打，你也配？张楚岚会金刚咒也就算了，他居然会雷法，可他的雷法更像老天师级的弯道，怎么可能？张楚岚，王爷，你终于来了。少王爷，你的内劲非比寻常，这是你的天命，也是你的责任。恭候奇门，后继有人啦！张楚岚的价值远比你想象的要大，是我们用最小的代价拿下他最好的时机。你说的最小的代价指的是我吗？你们这公司效益也不行，没几个人，一般市值也就3000亿吧。冯正豪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爸爸，我叫风沙叶。风小姐，咱俩加个微信。这是我女儿沙叶，可以试着追求一下吧，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家倒贴你吧。这是我的诚意，能不能感受得到吗？一点都感受不到。现在呢，喜欢吗？我还可以让你更舒服。能不能安个脚啊？张楚岚昨晚被带到天下会去了。我去找张楚岚。天下会是一个艺人节，成员都是艺人高手。您对我确实是特别好，可我还是顶不去。你以为我这天下会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？你要不打倒我，就别想走出天下会。什么情况？赶紧去脸啊！可是徐四说你要死了呀！让张楚岚这个门外人参加艺人演武大会，那不是我，他担不起这份责任。假神之乱遗留太多祸患，张楚岚是其中关键。这帮家伙全都在打着气体源流的主意。那我就给你添把柴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我为这次大会做点实事，拿出点干货，我于心不安。看来这一趟龙虎山怎么都是不怕苦痛苦，没有人会从我身边跑掉。咱们是自己过。